大家好，我是魔人，今天回到来就跟大家讲讲这个街霸和 Monster Hunter World 的合作啊。咁其实大家应该较早之前都得到这个消息㗎啦，但确实的日子呢大家未必知道啊。咁我哋今次的第一弹的街霸活动呢，其实就会在这个2018年2月的中旬开始啊。咁实质的时间就是半个月之后。咁任务呢就是不介意离地之路者。咁任务的 level 只是三星嘅啫，非常之容易啊。参加的条件是 HR3 以上啊，中二个之前啊，猎场就是斗技场啦，主要的目标是讨伐土沙龙啊，非常之简单，应该是仲简单过上次我哋的地平线猫猫机械猫猫都要 HR6 以上的。好啦，咁完成咗呢个活动咧，就可以获得呢个阿龙嘅系列啊。整套防具啊，非常之正啊！我自己其实就好中意嘅。咁啊，仲有就系下载免费就系呢个工会卡片嘅背景啦、称号啦。咁但系付费就系追加手势、波动拳同埋升龙拳就要俾钱啊，同埋奖章套装啊都要噶，系啦，都要付费 DLC 嚟嘅，我相信系。咁就阿英嗰套咧就会将会喺第二弹。登场啊，咁应该都系会迟少少啦。嚟紧如果再有啲更新嘅街霸同埋芒亨合作嘅资讯咧，我会同大家讲声嘅。今日嚟到呢度先，希望大家中意条片，中意记得俾翻个 like， 又或者订阅翻个 channel， 仲有 share 埋俾你好中意芒亨嘅朋友啦。今日系咁多，拜拜。